蛋饼，为你加满元气，闪电油条，速度是回忆，纵博士带上他的发明，我们一起出发，突破阻碍 ，Ready Go！ 我是酷酷酷超人，酷酷酷酷超人，酷酷酷超人，保护你是我的责任，酷酷酷超人，酷酷酷酷超人，酷酷酷超人，守护着我们。萤火虫，老大，老大，你又有什么好点子？快告诉我们。那就是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哦，老大英明。到了吗？好像还没有。我想回家了。难道你不想看萤火虫了吗？可惜。我的超人，放学了怎么还不回家？我们想去看萤火虫。萤火虫？我们带你们去。谢谢我的超人，星星学校。老大，我们抓萤火虫的技术不错吧？很好，只需大风声哦。有了这些萤火虫就可以拿来换食物。哇哦，那我们就有很多美食可以吃啦。这么好的方法是谁想的呀？是老大。奇怪，这些萤火虫怎么越来越暗了？老大怎么办？当然是再去抓。是老大。到了吗？这里就是萤火虫生长的地方，大家好好观赏吧。哇，萤火虫，太棒了！一闪一闪的，真漂亮，好像天上的星星哦。真开心。奇怪，我的超人怎么了？萤火虫好像变少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要调查一下。我们去那边看看。萤火虫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精神？你快醒一醒啊！库恩宝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的萤火虫生病了，要带他去看医生。我带你去比较快，让我拿。牛角爷爷，富的超人，你也在这里啊？大力烧饼，你生病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健康得很。是这只萤火虫生病了。萤火虫？我看一下。我先带到楼上治疗。谢谢牛角爷爷。库汉堡，那只萤火虫是从哪里来的？是。快说，不要吞吞吐吐的了。昨天去看萤火虫，我偷偷的抓了一只回家。以后不可以这样。好。萤火虫有自己生长的环境，我们不要去改变它。萤火虫身上的亮光是从哪里来的？萤火虫尾巴的白色部位就是发光的地方，原来是从屁股发光的。那为什么有些萤火虫不会发光呢？我知道。可能因为包尿布才把亮光挡住了。这些萤火虫真会飞。哎呀，好难捉哦。小骆驼，快工作啊，挂那边。是老大。就是这里，把萤火虫放了吧。好的，快快回家吧。以后不可以把萤火虫抓回家哦。好。
福特超人，你看，苍蝇王，福特超人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嘿，不用你管。原来你们在抓萤火虫。是又怎么样？我们可不怕你们。因为现在是3-2。3-2。哈，我们这里也是3个人呢。他有战斗能力吗？我才不怕你们这些臭妖怪。我们手上有武器哟。这种武器太厉害了。是吗？害怕了吧？赶快投降吧！快跑！可是，想跑没那么容易。就在这里吧。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跑不动了吗？还可以啦。苍蝇王，看这！根本打不中我们，真是不好玩。青衣水饺，把飞盘丢给我。好的。飞叶飞盘，看我的球来打。我收下喽。是吗？痛死了。老大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快跑。是老大。我的超人，你给我记住。给我记住。我的超人，你真的怕他们的捕虫网吗？根本不怕。那刚才为什么要逃跑呢？因为在那里战斗会影响到萤火虫。有道理。那里有很多萤火虫，你丢飞盘时可能会伤害到它们。原来如此。而且酷汉堡在那里会有危险。福特超人，你真聪明。保护大家是我的责任。可恶的福特超人，每次都来破坏我的好事。老大，好消息哟！找到美食了吗？没有。不然是什么好消息？我们刚才在森林发现萤火虫，而且比较大只哦。你确定那是萤火虫？老大，我可以确定。但是和上次抓的不一样。可能是新品种呢。它的身体有没有发光啊？现在是白天，所以不会发光。就像我们白天没有开灯，只有晚上才开呀。准备道具，明天出发。是老大。这边吗？这里就是萤火虫生活的地方。萤火虫的亮光到处闪烁着，真的好美哦。前面有个大亮光，可能是特别大只的萤火虫。我们过去看看。不用，它已经向我们飞过来了。居然是大力烧饼！你们看到我怎么那么惊讶？没事。来看萤火虫怎么不找我的？因为你在面店吃面啊。所以我们就不打扰你了。原来如此，那现在就一起赏萤火虫吧。哇，好亮哦！真像一只特大的萤火虫。人家才不是萤火虫呢。老大，就是这里。怎么没看见萤火虫呢？萤火虫出现了，看招。嗨，笨萤火虫居然停在我头上。老大，你不要动！我们准备抓他。嗨！没抓到。好痛啊！还不快去追！是老大。别跑！跑快一点！
那只萤火虫飞到树上了。你想不到萤火虫也有窝。还呆着做什么？展开攻击。是老大。一起上。好多萤火虫了。这次真是大丰收。看我的绝招。一网打尽。救命啊！这些萤火虫好凶啊！和前几天的萤火虫不一样。这是蜜蜂啊！好臭啊！食物王国的正义使者打败昆虫的苍蝇王，帮助了别人生长了正义健康又精神，元气又活力。